9月2日，何润东曝光了一组与妻子在巴塞罗那海边的照片。照片中，何润东与妻子甜蜜牵手相拥，大晒幸福以庆祝婚礼一周年。何润东去年9月1日与妻子裴智在台北举办了婚礼，近日他前往西班牙拍摄新戏，还不忘带上老婆一同前往以庆祝婚礼一周年纪念日。日前，何润东现身上海《那年花开月正圆》记者会，与孙俪、陈晓等一同为30日即将开播的年度大戏宣传造势。当天，何润东以一身绅士西装亮相，颇有几分剧中舞聘的儒雅风范。发布会现场，何润东重现了《那年花开月正圆》中经典的比月圆桥段，但对手戏演员不是剧中的妻子孙俪，换成了饰演自己妹夫的任重，两人临时组成任何 CP， 不同于角色人设的严谨与正统，二人的高甜互动成为发布会现场的小高潮。剧中何润东饰演吴家少东家吴聘，作为一位温文尔雅的儒商，智商情商双高，在发布会主持人的提议下，何润东以剧中的算盘为道具尬起了舞，全无偶像包袱的表现与剧中温润如玉的少爷判若两人。何润东表示，此次唯一的遗憾就是盒饭领得太早。